快点，谁呀？谁没上来呢？别害怕，这就上来了。这陶姐啊，你咋跟后面去了呢？哎呀妈，陶姐，不行了，累的不行了。陶姐，北方，我知道。老刘啊，我这儿呢，快点上去。这个菜地够不着啊。上面没有人啊，这块没事啊，你推它。 那咱俩北方啊，你先上来把曹姐这样护上去，这曹姐这样子，抓住啊，陶姐，别松啊，上面没事了，陶姐上来就没事了。你上这不就好了？抠不了。嗯。对。走了，走了。别我这小气。直接走了，走了。北方，你赶紧上去了。老刘啊，哎，上你赶紧上，你别在后面撅着，你知道吧？ 那前面老多喇子，你都在鸡巴后面撅着，那咋咋整啊？还有几个了，反正还俩人。你把陶姐架推上去，让陶姐把手缠上面上啊。太松了。那这样你容易掉，不然丢了容易掉的。那是你哥们儿啊，你说。 刚才上去那个，拿个那什么，简单，挺有意思的，有目的性，有目的性，没啥掉，没事，没有目的性啊。一会儿进来，啊？等会儿啊，等会儿。上上上上上上，等会儿，等会儿，等会儿，没有，没事，你抠着放啊，没事，没事，你要找我，叔叔。 你踩着那个点，看着那点没有？拽点绳，他妈腰一呢，那底下弄绳。别，上我竖着。拽绳。这节目也，一手抠一手拽绳，哎，这样这样。不简单，这玩意拽绳上去了。你推下陶姐，陶姐，用手拖放，拖手拽绳。陶姐，把手抬一下。对呀。头脚踩这块。 别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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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
王志尚，快点的，还有俩人呢。谁给收了？没事，你俩先上来，赶紧上啊！我录着呢。咱不是一起的吗？是不是一起的话，我还有一个哥们呢。咱不是一起的。王志啊，你赶紧上来。走你的，我不录了，走你的。那你把绳子拿，我再拿绳，你赶紧上来，我走啊。